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神曲，一首历史课，送给宝宝们。喜欢的宝宝们可以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哟，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27944。喜欢的宝宝们评论666。说天道理论古今，这个卖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阁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是勾结王允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软将已无数，是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闻三英没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。三人成兄又倒地，诸葛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我是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茅庐抢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擂江湖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这个平民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指大王，人称笑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吃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生外号叫行者，愿为行地把令舍。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阵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108将，是我来把他们埋葬。陆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像李广是花荣，当功比赛他称雄。木叶叉，孙二娘，我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金面兽是杨志，我顿顿了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，鲁智深，带着练开大奔。阎罗阮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飞行。这个吊丝真给劲，是青龙白虎身上衣。毒火星是孔亮，大吃大中大炸酱。矮脚虎是王爷。